みなさんこんにちは。我现在要让大家看看这本书啊，一五诶哦，这是小朋友用的书，非常的方便，而且他就这一本书就把五十音给介绍完了，是大家初学的好用的书。那我们就来看他的字啊，阿ひる、い、犬、う、牛、え、鉛筆、お、おにぎり。来第二页。卡奇库克克卡卡埃鲁基基林库库马 K K 多库库马沙西斯谁说沙萨库兰博西西马乌马斯斯伊卡塞塞米索索吉基塔奇兹特托塔塔努基沙丘丘兹兹米基手袋とトラ何ぬねのな鍋に日ぬぬいぐるみねねずみののり巻きはひふへほははさみひひこうきふふねへへびほほほんまみむめもままとみみかんむむしめがねめめたまやきもももやゆよやゆよやきゆきたぬまよるらりるれろらくたりりんごるさるれいれいぞうころうろうそくわおんわわなげお絵をかくんにんじんにんじん好这有连连看来看看阿里おに阿里是蚂蚁おに是鬼わに猫わに是鳄鱼猫是猫。塗り絵、メガネ。塗り絵是就是画画的。然后、メガネ就是眼镜。椅子、リス。这个是什么？椅子是椅子，リス才是松鼠。好。橋、星。橋是筷子，星才是星星。卡萨卡奇卡萨是伞卡奇是钥匙、哦、啊卡奇是那个柿子啦好所以你看这本书那么小小的一本一下子就把 IUAO 给介绍完了那这个很适合初学者我们的台湾人的初学者用或是你家有小朋友要学日文买这本是还蛮不错的然后而且它携带又方便睡觉前读一次就会记一次读一次就会记一次是个很方便的书籍、啊、而且它这个 IEUAO 全部都是日本用的而且一本也才日币400块那你们只要要扣掉税的话又更便宜了对所以这本还蛮好用的这本书其实很厚我已经买很久了在我儿子两岁一两岁就买买到现在还是都没坏所以这本书超好用所以在日本要买书给小朋友 IUAO 这本是不错的选择而且又便宜加马丹呢拜拜